其实状态什么的都挺好的，练的也挺好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游怎么慢。但是我游的时候自己的感觉也是还挺好的，我不知道一到别人一看哇成精了。我不要一张那么惆怅的脸好吧，现在挺正常，我已经连续两年这个样子。哎，是的，赛前其实都感觉状态还可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，可能是这个到大赛心理状态有一些问题吧。但是也没办法，这个年纪了，我觉得能比一枪是一枪的，能参与就很好了，不要有太多其他的要求。我第几啊？22。哦，那我晚上可以休息，准备准备后天的那个午睡啊。